那个棚子我拿不下来，我会跟你一起。真是没有用的男人。这个？对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也不太行。那如果我行了，你就叫人，你敢说你叫人家？你不喜欢晒太阳？哎呀，我不是不喜欢，我只是觉得我怕变黑，你够黑了。不想活直说。我们当时在准备那个工具的时候，然后有在想说需不需要帐篷，后来想了一下，来吧，来，我来帮你。人家要给你打开了。好恶心啊。我就喜欢这样。这什么啊，怎么这么重啊？那个哦，固定的。对。哎，那如果我不会搭怎么办？那就不要你。有车子可以在车上待着。我今天我要沉浸一点，我不能一看见你干活就想停下。动起来，动起来。我是来变形记的。哎，你露营过吗？我有，但是没有坚持下来。是露营还是露营？露营。露营。露营是什么？我说我们大自然哈，有点开心。你搭过吗？你觉得嘞？应该没有。我就不信。不行，把它当地垫。可以。好。你看。哎，这么多绳子，什么鬼啊？有没有效果图啊？对啊，给我看懵了。这儿，第一个现在已经我们已经成型了。第二个，钻进去。第二个是这个。第二步。应该是第二个梯，但它的洞在哪？所以它架子是在里面。对，所以我要找它的那个门口。这儿。哎，找到你真是福气啊！加油啊！早知道我再晚一个小时来了。到了，它应该是连着的，但它只有四根啊。对，卡住了。嗯。鸟撑多高啊？它应该是两个地方吧？不是，它应该是一个地方，因为它。气死我了！这是下。这是上，不可能哦！我知道了，就是它撑在最高点，对吧？把那个尖儿，来，等一下，我撑不起来这个高度了，你说？不是，因为我要看不要指望我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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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拿一下金箍棒。哦，你小心哦。它这个应该是在下面。对，这个。哦。这个是给我找难题是吧？这话说的，真是一个很棒的女孩。这个子还是有用武之地的，天生我材必有用啊！那我要怎么把它架起来？这是什么鬼呀、啊？你去看一下那个，怎么把它定住？它其他的钉就靠那小钉子啊。不是，那这根杆子咋定住？靠你的手。我好像一个门神，你把那个给我，我看一下。就好像你能看懂一样，你都看了多少遍了，我都不惜的说你。我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看的。对啊，他把它推上去，为什么我感觉他那么简单？
跟你讲，要不是我没什么胜负欲强，我才懒得做这个。胜负欲哟，还是个铁娘子啊！嘿，嘿，然后应该是这样打开来，把它拉开，四周。对，拉一个大概就行。哦，成型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固定它了。对，个脚。那所以是，如果一个人搭帐篷咋搭？怎么可能会有？我怎么可能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呢？我是一个充满智慧的男人。那就定了。定呗，你先定。哎呀，好重，好重。知道当男人挺累的吧？我平时在外面工作，养家糊口那么辛苦，还不能度过一个轻松的周末。你说说，你是怎么当女朋友？周末还要累成这样？就想把这个外盯。我看了，他是先把这些都盯住。哦。露营初体验，失败。你之前有试过吗？没有，所以。不过还好，啊，那石头啊，那石头敲，我的生活是要靠脑子的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要把它盯到底，我演的剧本还是挺特别的，我已经累到。你看，如果你跟 CU， 你觉得 CU 会来搭这个吗？CU 一直可能会一直忙着消毒，一直用那个酒精棉片擦擦擦。应该都好了吧？但是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先试一下吧。一个男人就是要带女人看这个世界。哎。体验不一样的世界，我做到了。我觉得我今天全程脸憋得通红，然后你今天又不用运动了。不错不错，我已经看到大致的效果。真的是喜欢吗？喜欢。哦，成型了。今天呢，主要是要把那个形体要挺拔一下啊。等一下我们在跳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还有两个东西，有个架形环节、啊，你要把那个环节给加上，你这个花子才比较像样子。哦，来，你来练一下，这个地方要打开，对，然后呢，这个头顶向上顶一下，对了，对，然后肚子要一直收着，收着，对，就跳舞要一直收着。嗯，你把这个，来，我让那个。老师给你示范一下，我们这个把这个环节展示一下。好，对，特别是这个架型这个环节，等一下我们要运用的。然后这个环节，你看，你尽量舒展。对，我们男生在左边一点，啊，女生在右边一些。对，你看这个握持，好，这样。特别是这只手啊，这只手，这只手，对对对，这只手，不要去用力去抓它，你想的是扶着它就好了，扶着它，对你是个装饰一样的状态。哦 ，OK， 你俩试试。来吧来吧，我们试一下吧。好了，来，相信我啊。嗯。很好，走路。右脚。对，每一次走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头要抬起来。哦。没事。没事。右上，右上，左下。哦，左脚下，对，右脚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已经有感觉了。对，往前走，还有一次，还可以往前走一次，调整一次，然后可以，对，对，好，然后出，回，好，等男生放，好的，特别好，就是这样。其实就是要多练，
对，要多练习，多练习，多练习。我们接着还要再往下。我们还有一些小队伍给你们准备了。这次还给你准备了个小难度。小难度。对，小难度，期待，期待。哇，好，刚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。这里回来了，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这个时候，女生往后退，男生也往后退，我们相互啊，这样对相互，然后这个时候是拉住，勾着，男生斜的。啊，换位，然后再换一次，然后再退一次。嗯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很好。但是脚怎么过来？对，就是右脚上，左脚并，右脚再退，三步。不要想着转，你想着穿过，穿过它。对，好吗？你俩试试吧。可以吗？我们是这样。试试。等一下，我有点没捋清。来，预备，起。然后，可以上，转方向。再退，再退。OK, good。好的，首先自己得站稳，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。对，然后再主要怎么不稳定呢？是因为我上去之后，我站定以后，对，其实我就不着急往后马上出脚，而是我先让他走完，我最后再出去。哦，明白了。你们来，你们自己来练，自己要加强一下了哈。自己来练啊，下面的要交给你们自己了。好，我们做的不对的，老师提示一下。OK 的。好，没关系。OK, 谢黎。好的，然后女孩出。男生。拉回来。回抱圆，定好了。下。拉。好，退右脚。上。对，继续上。再来一次。上。好，转。好的，男生。准备转。好，下来小跑，继续保持。走，女生继续围着他走。对。对，可以，男生带他。转。OK, 很棒，不错不错，好棒。Oh my god! 再来一次，展示一下吧，完整的样子。特别好啊，哎，挺好，很棒，不错不错，好棒好棒好棒。沙老，你们上大学那会儿，周末还跳交谊舞吗？那没有了。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每周的周末，校园里面最重要的活动是跳交谊舞。没跳过。那会儿一周休一天，光是礼拜天，每到周六晚上必有舞会。然后6点到12点，跳这么久、啊？到十二点呢？因为到了周末12点熄灯，所以是6点到12点，6个小时。中间还管一顿饭吗？啊，不。沙老，我不打算给你描述我心中的美好了，因为你把我心中的美好全打破了。
今天是应该我来之后最放松的一天。我也是。嗯。之前还想东想西的，今天我就感觉也不用再想什么。那我应该是想的最少的那个人，我觉得我是想最少的，因为真的白天的精力已经被消耗了90%了，对，然后回去以后就是，对，而且你知道为什么？其实我，啊，这当然是给自己找借口吧，但因为就是确实看你每天就是上下班上下班，真的也不想也不好意思你回来，然后我抓着你帮帮忙在一顿聊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，因为确实是忙。就我会换位思考，比如说我忙了一天回来了，然后一个人说，哎，我要跟你聊一聊。我会说聊什么？很累，真的是就各种点，就是让咱俩总是碰不到一块去。哎，我昨天还看到那个我待那个房间里面还有一些什么阿瓦隆啊，还有 UNO 啊，对，都我们怎么都没有玩啊？我觉得可以玩啊。就大家反正就吃完饭就回自己房间了。都没有人组织这个事情，那我来组织一下好了。你会玩阿瓦隆吗？嗯，我会玩。我相当于你玩什么玩更好？那我不能告诉你。玩的时候就暴露了好吗？但是我玩一个超厉害。什么？真的，我玩其中一个角色。真的假的？我玩其中一个角色，真的哇，你根本看不出来我是哪个角色。平民。也没有这么弱了。但跟平民有关系。因为每次在写信的时候，我先在那房间写，写完我不然就是回到那房间看书，或者是我就可能出去，要不然我就去刷碗啊什么，弄早餐之类的。所以你来之前你就是喝粥的吗？早上？对啊，因为我就是能做的东西都很局限啊，我就只会做这些东西喂饱自己。所以真的是绝了，那天前两天也是。每次一起玩游戏，每次一起玩游戏，而且还真的是最尴尬的两天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心里想说，赶紧上去，赶紧上去。你要我赶紧上去？你跟我说一句话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。然后说，快点上去吧。对啊，然后你也不说话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然后你刚才看你在整理冰箱，我就说，我心想他在整理什么，我就看他。然后我说，我说要不然帮我找个红薯吧。结果红薯不在冰箱里。我说一句超好笑的话，因为那天你应该是把信投给了新来的刘经理，啊，这是欢迎嘛，这是我理解的。然后，你知道他们问了一个什么问题？他们问，他说如果他最后再把信投给刘经理，我说那我回去把他那支笔拿回来。我说不要拿我笔给别人写信。哎，那个我实话实说，我在小屋里写的信都是用的你那支笔，因为真的很好用。你碰你了。我要再有两天没收到信，我就去你房间把你的笔拿走。哎，我笑死！哎，我有想过，哎，我在想，我拿你的笔写，是不是不太好？有想过，不是我真奇怪哈，就是有那个画面，哎，没有了。真的有那么小心眼吗？没有没有，开玩笑而已。可爱。你有钓过鱼吗？完全没有。钓过？没有。我经常看人钓鱼，然后我看的时候，我就会在想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那头发的脸上，你有病？太冷了，天哪！那个狗也在看我们，哎，哦，那狗在看飞机，你看。它是什么品种啊？它是法斗，哦，斗牛犬的一种。斗牛犬有两种，一个法国的，一个英国的。它是法国人。所以他们的真的就是，现在应该不算了吧？现在都是就是培育品种。对啊，现在是混血，就像个大爷一直背着手。我的妈呀！这样走吧，给你挡着。哎，挺美的。
虽然也挡不了多少。站会儿吧，你还能在后面藏着。太阳下的刚刚那么慢，现在怎么这么快啊？对啊，瞬间没有了。刚刚最漂亮的是我们在车上的时候。好，哎呀，这个星期呢，这是第一次正式的约会。通过这次约会，我相信大家对彼此都有了新的了解。那么下个星期在小屋里面，究竟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？希望各位持续关注，感谢各位本周的陪伴。本节目由喜欢你每一刻的伊克活泉独家冠名播出，伊克活泉伊利集团荣誉出品。这里是喜欢你我也是唤醒剂，感谢各位，下周见。这是第五个女生吗？啊，来了，第五个女生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听一下。Hello， 你好呀，我想见一下 Jasper 在月亮房。啊。哇哦！